大家好，我是 Alex，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玩模拟人生四。我选了一个小山庄，然后选的季节是春天，没想到进来一看，居然在下雪。因为现在是冬天嘛，我寻思春天也快来了，选个春天的季节，看着好像挺好的。但这下雪玩了一小会儿之后，感觉，很暖很暖的那种感觉，而且也很浪漫的感觉，很好，开始喜欢上了。这个小山庄感觉很好。我的这个主角哪去了？我给他起个名叫 Allen。First name is Alan. Surname is Alan also. 看他在干嘛啊？在洗手。不会是……总喜欢洗手吧？又在玩手机。玩手机会脖子痛哦。来吧。洗个澡，我今天也特别累，忙了一天，才把车修好。啊，车坏了真的是太难了。我住的这个地方呢，没有车，什么也干不了，没法去购物了，也没法出去工作了什么的。我们这个城市呢，公共交通不发达，洗完了，洗得挺快的。哦，现在是下午3点钟。呵呵，我一开始的时候预算有限，你看现在有1.3个 million 了，130万。刚开始的时候钱不够，我买了一个不错的卧室，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洗漱间，钱就不够了，还没有厨房呢。我一会儿他可能快饿了吧，赶紧！现在我打开这个就是 game cheat mode，然后获得了1.3个 million。我现在来买一个进入到建筑模式，来买一个厨房吧，要不然他会饿死的。哎，这是 kitchen，现在有钱喽，所以就选下面的，下面的都是比较贵的。我喜欢亮色一点的，它这种特别贵的吧，就是太深色了，感觉。当然也可以刷油，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呢，还是去直接买一个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这感觉很亮堂，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颜色的。我觉得还是就选一个这个吧，这个是7000多。7000多元，厨房放在哪儿了？我觉得回家呢，肯定要先去厨房的，因为把要买来的东西嘛，放到厨房里。这面是马路，所以厨房开车呢，进来之后呢。就把厨房呢放在这儿吧，和卧室应该连在一起哦，放在这儿，OK。哎，还真的是连上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很好哦，这个厨房的门在这儿，行，现在能用就行。呵呵呵。厨房的门在这儿，
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个车库啊。好，很多年没玩这个模拟人生了。这个模拟人生可以有车库吗？可以把车开进来吗？都是一个未知数。好的，好在还有一点游戏功底。咱先退回来吧，我觉得让他吃点饭。哎，我觉得我现在也很渴很饿的感觉，让他吃点饭吧。3点多钟，对，现在是 cooking time。 来吧，随便做点。厨房，家呢？厨房是最关键的。我记得我认识的一个老奶奶，她的腿脚不是很方便啊，她整天就待在厨房里面，准备午餐呐，准备晚餐。她的老公倒是挺有福气的。Ellen 准备的还挺认真的。哎，这个厨房挺奇怪的，这应该是一个配套的厨房，有那个，哦，这有炉灶，我以为没有炉灶呢。很好啊，外面下着雪。感觉很暖的那种。估计有很多观众待的地方根本就不会下雪吧。英国这里下雪也很少，开车呢都不会喜欢下雪的，下雨还好了。这个厨房我觉得应该给它稍微改造一下，你看连坐的地方都没有。我觉得厨房嘛，就应该直接就在厨房吃饭就可以了。来，进入建筑模式，把这个厨房呢给它扩大一点。OK。变成一个大的厨房。超大型。咱这叫与众不同哦。咱们把在这儿做完饭呢，在这个地方吃饭。OK， 吃饭我觉得应该还是安排在墙壁旁边。做成快餐店的样子，那就得去买一张桌子咯。桌子，哇，房间好冷，我得把暖气打开。我是说我的房间，不是游戏里的。现在是11点钟，今天怎么暖气？哇，暖气现在是打的是太冷了。好冷好冷。我们这儿现在室外的温度是5摄氏度，零上。屋里呢大概也就是不到20度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又回来了，要买一个 surfaces。 不是要这种，要一个餐桌。这个是 dining table。 那现在有1 million 了，100多万，就买个木头的吧。哎，这肯定是纯木的，和这个厨房不太搭啊。
那选什么样子的呢？不过我很喜欢这个红颜色的，这个颜色太深了，1500元，把它删掉了，不要了，1500元，哦哟，居然还能退掉，居然还能找钱回来，很好。呵呵这个呢？还是选一个这个吧，这个显得很 cheap，行，能用就行了，以后再说吧。Surface 的 chair，Dining chair，我应该选 comfort。买一把女王的椅子用用吧。OK，就放在这儿。这个椅子好像很占地方，就买三把就行了。好的，我喜欢红颜色。哇，房间这面好，非常非常暗。买点壁灯吧。壁灯，OK。我的电脑呢，玩这个游戏还够用，速度不是说特别快的那种。直接就 search 吧，light，干嘛？选一个这个壁灯吧。我喜欢简单一点。随便选一个这个吧。这个房间这边应该也放一点啊，亮一点啊，才会很爽。房间需要亮一点。哦，这个房间也加一个吧，这样洗澡的时候更浪漫。这边这个墙，看看啊，Pitch up。Pitch down，哎，这边的墙应该也能墙上。哎，加上在这儿。好了，就加这一个了。好嘞，好，吃饭吧。看这个 island 帅不帅？看起来还有点像咱们中国人啊，想什么呢？好像是单相思啊。对呀，邀请一个朋友来吃吧。现在是几点？哦，下午5点多钟了，不算太晚。哇，春天，看来设计这个游戏的人，我春天天黑这么早，找一个朋友聊聊天嘛。slow down，pause 一点。
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，得先多认识点朋友，有了朋友才好办事哦。这个女的叫 Nancy。好了，来吧，开房。出山了。他好像去追那个刚才我让他去聊天的那个人。在黄昏的时候聊聊天。看艾伦穿这个绿色的衣服多帅啊！艾伦，Mr. 艾伦。我以前呢养过一个宠物，养过一只，白色的哈巴狗，被京巴，后来它丢了，跑到一个楼里，然后那个人给它藏起来了，所以呢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养宠物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应该可以领养一个宠物吧？因为在现实当中啊，我不想领养宠物。Search item name dog 没有 dog 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对这个不是很熟。你着急了吧？这个是什么？Relationship。那就先这样吧，接着陪大家玩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也累了，我想早点睡，明天还要工作呢。那就让艾伦早点睡吧，现在是7点钟。Unbelievable. Go to bed at 7 o'clock. 睡觉喽。我也要睡觉了，下次咱们再接着一起玩吧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好，等着让看这个艾伦上床呢。Good night。